是非常唱一些你们比较听不懂的歌。因为刚刚我已经打开了三 D 门，哎，不能一直在三 D 门外面，我看看，一定要进来坐一坐才叫礼貌。现在继续，还是三 D 人的歌来。不过这首呢有翻译，这首有翻译，我先用原作品的唱一遍，完全翻译成国语唱。不过这个故事你们早就知道了，那个是小时候看到老人家的一些行为，就把它变成一首歌，是用原作品的唱的，国语唱。Yeah.